杨幂多次在媒体面前提到自己暗恋谢霆锋，见到他更是激动的发抖。图上就可以看出杨幂脸蛋有多红。黄晓明在学生时代，黄晓明就跟赵薇一个班，更是对其一见倾心。虽然黄晓明对赵薇表白失败，但是在背后默默守护着她。很多年过去，两人都成了大明星，一起拍摄横冲直撞好莱坞时候，一幕吻戏就拍了60多遍，嘴都麻。不知道是不是有心，林志玲曾说过暗恋对象是刘德华，而且每部刘德华演过作品都看了。这次两人难得有机会合作演戏，林志玲更是直言兴奋的睡不着。刘亦菲有大众女神之称，美若天仙的她也会暗恋人，这个幸运男孩就是有音乐才子之称王力宏。难得两人有机会合作拍摄恋爱通告，还是在剧中演情侣，这可把刘亦菲高兴坏了。吴昕，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之一，他曾经公开表明自己暗恋着李晨。快乐大本营节目组特意组织了一次活动让两人互动，但两人只是有缘无分，这份感情吴昕只能自己保留着。